慈济亲子班小朋友上街宣导环保，环保好啊，对啊，对。不论是行人或店家，都很有耐心，仔细聆听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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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，好棒，来，我省糖果给你们。担任环保大使，观念要很清楚。 这样子让他们出来，让年轻人小朋友练习讲正面的事情。好啊，这个对社会来讲，大家觉得小朋友很好。是容器哦，我是保特瓶哦。从小建立正确观念，台中市信义国小参访慈济环保站。回家可以告诉爸爸妈妈，要把保特瓶回收分类，不要常常买饮料。回去我会做好资源回收与环保的概念。同学们知道这个回收可以做什么？ 环保不分年纪，实际动手做，留下深刻印象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中部综合报道。